完美时刻，化身摄影师，根据每位宾客的三个喜好捕捉完美时刻。所有玩家查看自己的信封，任意排列自己的宾客。起始玩家翻开交换牌库顶的一张牌，并且大声读出。两位玩家同时拿取对方一个信封。所有玩家依照牌上面的指示交换信封。一轮结束，左边玩家重复刚才步骤，直到六轮结束，所有玩家就可以帮自己的宾客拍照了。根据所有宾客喜好，计算大家的相片有几分。记得宾客要看向镜头啊！游戏配件丰富，完美呈现拍摄场景。利用手机为客人拍美照，找到最佳位置绝不简单，考验你的推理和即兴，还可以边玩边打卡哟。今天的游戏喜欢吗？喜欢的话留言告诉我哟。